do. Soft Love 的拉拉裤，为什么我会要想要讲解今天它的这个拉拉裤呢？因为蛮多妈妈也是有用它的牌子，然后大家都希望在等着团购，所以我就话不多说了，快点来介绍他们家的产品给你们认识。照片呢，其实它是新加坡的牌子哦，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除了做这个尿片之外呢，它也有做成人纸尿片啊，然后女性卫生用品啊，这些它都有做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是1994年注册的，跟我是同一年，所以呢，它已经有27年的历史了。再来呢，它的吉祥物呢，竟然还跟我同名，就是叫米克。所以这个 Soft Love 呢，跟我真的太有缘了。我就听商家讲，商家讲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跟你同年之外呢，它吉祥物也跟你同名。我在 What？ 所以还有一个 baby 的，它 baby 的名字也叫做米克。20多年历史之外呢，出口去很多地方，就比如新加坡、韩国、澳洲、纽西兰。还有迪拜耶，所以你看这个牌子已经在外国是很打响了的产品来的。这个的话呢，也是最近刚开始，其实应该也很蛮久了啦，只是最近比较多妈妈懂这个牌子，然后每一个用到也是不错了。过后呢，他们希望我快点去讲解掉它，然后拿到一个优惠的团购价这样子。这个商家就很大方，这一些不单单只是我的哦，还有我 Facebook 群里面的妈妈的管理员一人一包，然后呢他还有送出很多个 sample 给我，他叫我送给妈妈，所以蛮多妈妈用了过后呢有得到了很多好评，所以他们就讲你快点去开箱，快点去讲解，然后我要拿到优惠价跟拿到 giveaway。 还有很多认证哦，有 ISO 啊、 SGS 啊、 CE 啊、 HALA 啊，真的是算是一个蛮有名气，已经是蛮久的尿片，然后蛮多认证了的尿片啊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太担心哦。这个的话呢是没有 chlorine， 没有漂白剂，没有 latex， 还有没有香精，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非常安全，有 3mm 这么薄，非常的薄，还有轻巧，所以呢你不要小看它这么轻薄这么轻巧哦，它吸收能力是很够力一下的哦，这呢是非常透气的，你看到吗？它是一个小小的洞口这样子的，保护宝宝的皮肤，所以可能宝宝穿上去的话呢，你不用担心宝宝用了会不舒服还是什么，它完全没有哦，它因为它没有很多 chemical， 然后呢宝宝用了过后呢，小便的话呢它是会马上扩散的，它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，所以不会引起尿布疹这个问题哦。它还使用了日本的SAP 科技，这个的话应该不需要太过讲解，因为我之前讲过卫生棉的时候呢已经有特别讲解180 SAP 是什么东西啊，所以呢它尿片也是福利 SAP 的，然后确保干爽，不会专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它有 liquid lock 的这个 system。 这一个呢它就是会有两层，看到吗？它这个真的很大，它这个的话呢它可以防水，它可以避免侧漏，所以它这个的话呢很大，而且它这边的话算是蛮 soft 的，所以呢也不会就是弄到宝宝的屁屁紧紧还是红红这样子，它不会有这个问题啦。这个双层功能无需担心它会有侧漏的问题哦。湿度显示器，这个的话呢就是宝宝小便了过后呢，你会看得到它有尿尿尿在这边，然后到了哪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去换，所以你不需要时常去拖它的尿片啊，或者是看一下它尿片小到多重还是什么，它有这个的话呢是非常好的，可以让大家知道它小便了过后呢会小到哪里去，需要跟它换尿片。那你看它这边就是写没有 allergy， 然后呢它可以 up to 12个小时，所以呢你晚上用这个尿片呢你也不用担心会有侧漏的问题。然后呢它的价钱是真的还蛮实惠的，你可以去算一下它跟其他的牌子比的话，它的这个 quality 然后再加买它的价钱的话呢算实惠的尿片了的，就是还会让宝宝会觉得很舒服这样子，然后非常干爽，它不会觉得好像一直尿在尿片上然后湿湿这样子闷住它的屁屁，它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它有 double leak 这个东西，然后呢它有很快速吸收那个尿液，然后锁住那个尿液，也不会让它有侧漏的问题。又有什么 size 啊？它这个的话呢 OK， pen
pants 的话呢，就是有 L、XL 跟 XXL， 就是9kg 到14kg 呢，你就可以用 L size。然后呢 ，XL 的话呢，12kg 到17kg 你可以用 XL。XXL 的话呢，你可以15kg 以上。否这个的话呢，我孩子就是直接用到 XL 了的。所以你可以根据你宝宝现在用什么 size 呢，你直接让他穿上什么 size， 直接 match 得到这个的尿片。然后呢，有些尿片是没有提供 XXL 的，它这个的话有 XXL， 所以如果你用到好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再换其他牌子，你可以直接 up 上去 XXL 的 size。 The diapers 的话呢，就 S、M、L 跟 XL。 我觉得为什么会不要有X 跟 M 的 pants 会比较好，是因为时常会买错啊，我这种还蛮常买错尿片的，所以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蛮好，就是它直接没有 S 跟没有 M 的那个 pants 的尿片。到这一个吗？这一个不是只是 for 我开箱的哦，如果你要拿来送人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买这样子一 set 呢，去送给朋友也是很好看，因为有些妈妈他们真的是会比较实际一点的，她要问你想要什么礼物，有些人叫你送我尿片，真的有这些妈妈的。之前我的朋友也是有送过我一整包的尿片，这个的话呢是真的超漂亮的，你送朋友的话真的很好看，我看到朋友一定会爱死你，因为尿片其实是长期的投资物来的，你要时常去买尿片的。所以这个的话呢，你送他的话，你可以让他减少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那个尿片了，我觉得还蛮不错。他这个的话呢，应该是我只看到市面上有会做这种design这种包装的尿片，就只有 Soft Love 会做这样子而已。sample 真的很多，然后呢每一个妈妈都会有机会拿到她的 sample， 她就商家就跟我讲，我希望你的群里的妈妈每一个呢都有机会试用到我们的尿片，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公平。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，哇，这个商家真的很大方耶，她会希望到每一个妈妈可以用到这个尿片，用到好适合他们就可以自己去买。那我使用心得了吧， so far 的话我孩子用到还蛮不错，晚上的话也没有遇到侧漏的问题，然后也不会遇到好像有尿布疹这些，然后屁屁那些都 OK， 然后也没有到很紧这样子。可是呢，我只要强调的是呢，你们孩子用什么 size 呢，你们就要跟回这个 size， 因为它的话呢，它定位比较小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没有影响到任何东西。就是你买 XL 的话呢，你这个直接跳去 XL 这样子。啊，有些尿片的它定位比较大，你们就可以要买比较小一号的 size 还是什么。可是这个的话就会方便你孩子，你知道你孩子已经用什么 size 了，你直接跳去这个 size， 你就不用去阿嘎阿嘎想什么东西了。片的旁边呢，那种穿 pants 是不是蛮难撕？它这个的话还 OK， 它还会教你怎样穿耶，它的那个尿片包装外面也有写。然后你看它是这样子的嘛，刚开始你看真的它真的很薄耶，它不会看起来很厚还是什么，它这样薄薄的东西它可以吸收这样多水分。然后它这个的话呢，它也是有教你，还要你这样子穿出来，你不要穿到里面，就是要你要拿出来这样子，这样子拿出来，然后呢你就跟它这样子穿上去，它是360度很 soft 的这样子， OK， 完全是很 soft， 你不用太担心这样子。然后呢有些妈妈就有点有些尿片蛮难撕，它这个的话是蛮容易撕的， OK， 完全不用担心它难撕。其实我觉得难撕不难撕我觉得还 OK 啦，可能这个的话还也是它的比较容易撕，有些妈妈会想要问一下，它这个的话是算容易撕的。如果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，你可以去到它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了解更多详情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请帮我把这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我，再给个 like， 你们用过这个尿片的好评是什么？拜拜。
Thank you.